最喜欢吃什么？我最喜欢吃辣的炒肉。不对，最喜欢痴痴的看着大家。知道现在是几点吗？幸福的起点。莫老师的主持追星 vlog。你先唱一下，我要收一个红心的大拇指。你就是我的小星星。红心加在一起，可以变成我想对大家的一个标，一个提示吧。你是什么？糟糕，眼神的。